工业市 Fullerton Road 平交路分隔工程16日举行动土仪式。阿拉米达东区走廊建设局代表指出，工程人员预计2017年春季进行封路，分隔工程预计2020年完成。在封路期间，建设局鼓励民众使用 Nogara Street、 Stoner Creek Road 和 Azusa 大道等出口或道路进出。建设局社区关系计划主任蔡英杰表示，目前虽然没有封路的具体时间和日期，但当局计划2017年年头进行封路。他指出， Fullerton Road 工程完成后，下个工程地点将会是核桃市的 Fairway。 他补充， Fairway 平交路工程开始前，当局必须等候 Nogales 和 Fullerton Road 平交道工程完成稳定之后才会开始。资深工程计划主任曾昭奇表示，虽然 Fullerton Road 平交路分隔工程在封路期间，当局没有相关改道的安排，但建议民众可使用没有铁道阻隔的 Nogales Azusa 或 Stone Creek 路通勤。